雪花纷飞，初冬温柔，夏天点燃公之手，桃子枝寒梅乱乱就把蝉影洒向四周。七七情诗与手守候，夜色里眉目如酒，白衣风雅温润眼眸，姑娘面容也清秀。我身上没钱。 但是我夫君有钱，我夫君可是掌管天星国一国财政的，他叫公子羽。哦，再见。啊！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哎呀！哎，邱小姐，我刚才可没碰你啊，你可别讹人了你。我这波棱盖，我这，哎呦，我这胳膊肘。 我浑身疼，哎呀，我头疼，哎呀！小姐，我送你去医馆吧。我不去医馆，我就要回星海城。你要是不送我，你就去报官吧你。哎呀，我这马车已经被别人租了。没事，你送完他送我就行。哎，小姐你，哎呀。 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夫人这是玩的不开心，要回星海城。啊、公子羽，放开我！为夫要是放了夫人，夫人再跑了怎么办？ 跑什么跑啊！我兜里银子都没有。哎，不过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为夫只是想去平远城买些夫人爱吃的特产而已。真假的？如假包换啊！只不过，夫人为何看起来如此狼狈？ 你不懂，我这是体验生活。哦，你不是去平远城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好，夫人说走，那便走。张伯，哎，我们走吧。好嘞。陆大人，程主大人吩咐给您准备的饭菜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两位，你们请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城主大人倒是挺局气的啊。那是咱龚大人有面子。店家过誉了，那我先陪夫人吃饭。哎，行。不能让公子羽知道这两天混得不好。 好像我离不开他似的。夫人，请。我不饿。那为夫先去找一下张伯，夫人先行歇息一会儿。夫人为何不吃了？我就尝了一口，这饭比我这两天吃的差远了，我都扔在窗外了。哦。哎，夫人这是？没事儿，这窗外是垃圾桶，我都扔垃圾桶里了。没什么好看的。夫人说的是，的确没什么好看的。 你干嘛呀？不干什么，只是夫人可能大意了。这还有一粒米忘了丢出去。既然夫人吃不下，那明日为夫便去弄些甜点过来。龚大人，龚大人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这是钥匙。只剩下一间房了吗？ 回大人，今天客人太多，就剩一间房了。哦，只是我们有2人，能否再腾出一间来？实不相瞒，大人是真腾不出来了。再说您和夫人不已经……就这样吧。我们还是老样子吧。夫人怕冷，还麻烦店家多准备2床被褥。好嘞，您二位稍后。 还是公子玉在的时候好，虽然受了点气，但起码不用吃苦啊。你倒是挺会心疼自己的，还知道给自己加一床被子。为夫没有娘子疼，只好自己疼自己喽。你。 夫人，你带孩子了吗？今日店家跟我说没有多余的枕头，不知能否再借夫人的孩子枕一下？能否把你的孩子借我枕一下？你不是让你惹我？今日。 娘子辛苦了，为夫这就去买些针线，给夫人把线缝补好。起风了，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公子玉去哪儿买针线，还刮这么大的风。多谢大人。 明日还用马车吗？张伯辛苦了，明日应该是不用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大人，明日还住房吗？那是自然，不过还是一间房。